结节借着表面的清除应该不太容易，因为它的病灶很深，它有时候到真皮层或者已经到真皮和皮下的交界。那如果我们只是清洁的话，它其实还是在表皮的成分，所以如果说只是很单纯的去清洁不是很容易。甚至在皮肤科我们有时候会使用皮内注射，就是把一些抗发炎的组织打到这个病灶里面。所以其实无论粉刺啊，或者是一般的丘疹的痘痘，或者是像大脓泡大结节，其实在清洁上没有很大的差异。但是因为大脓泡和大结节很难借着这个清洁去改善，所以还是建议到要比较积极的去用药物，或者是用口服的药物啊，或外用药物去改善，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。